由陈可辛执导、黄晓明、邓超、佟大为主演的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将于5月17日零时全国公映。13日晚，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首映礼在清华大学举行，导演陈可辛率领黄晓明、邓超、佟大为、杜鹃现身红毯，刘亦菲、钟丽缇、李小璐、甘薇、陈楚生、关悦、胡海泉、鲁豫等明星到场助阵。而出乎意料的是，陈可辛的老婆吴君如带着孩子也现身红毯。Yeah. Take a piece of fire. Dirty.